その遊びだよ。うわっ、不出人就懂我是不是买九十公斤的成本衣物噻？啊，这是我买五十块钱的铅笔吗？哎呀，哪里就还没哭呢？嗯，还没香啊？嗯，还不够熟呀？我喊人家的算了呢。喂！嗯，哇，太爽了！哇，是给你烫的。怎么样才能独享这只管的土狗狗呢？哎，有了！哎，有人！哎，完了，掉心脏了，搞的！喂！哈哈哈哈哈！吃土狗嘞！啊，真香！嗯，啊，嗯，我管还早饭蛋没吃，那他妈真的不是人，龙筋还不行？火鸡没多没劲啊，吃这个。你有说的什么？听到吗？喂，听这一个，你吃一口我给你看。哈哈，我能把你吃破产？哎呦，死神拿天吗？五块钱，耶！哎，哎，嗯，哈，哈，让你，别吧。我要拿钱拿钱！你当我是哈尔滨吗？这个价是他吃的喽！拿钱！不然你们看我钱的人吗？哦，你敬我呀！钱不钱都无所谓噻，我主要是想尝味噻。滚！就在那个天涯不了水，我脾气差不多。哦。味道好安逸哦！哇，真的能够吃，我试一下。吃到了！你能不能看最后一句吧？小弟，今天真的好有意思哟，我应该跟你鱼吃的不好。我看你想吃鸡吧？你要整我，你把你们打去了。哎，又关好了。这是真要油啊，你都不用。油了吧？你这个鱼子看起可以嘞。我的新鲜鱼子，两块送你哈。那么快就开始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，你就别呀，那鱼就关死了。嗯。我去，这狗急的骨头都穿了。鱼跟我蛋能不能吃没味？嗯。嗯。嗯。啊，真香。嗯。哇，这个鱼可不是狗头上的噻。滚开一点！我在船上抽鱼。吃饭喽！就想上上个套路我。谁有你皮肤看我？这次你先吃。那我就先吃了。哇！只有这些？那谁有你皮肤嘞？你赶紧吃，怪人吃，看你瘦成什么样子了。哎呀，西哥，哼，哥太偏心了，都不给我吃。你干脆杀了你，哼，我才不下来。哎，你不要逼我，你不要逼我。哼，我就算吃，我也当饱食鬼。嗯，嗯，真香啊。嗯，真的是服你了。我不要搞那么几斤螺丝，搞螺丝粉吃的。兄弟，今天我们搞个猪脚子，你看。
你哪有听见歌词吗？真的是该送我半个就这么想到了，这个个人就是了。哇，嗯，咦，这个猪啷个还会动了？哈哈，还敢做这么多事？啊，真香！老子小弟子，哎，等下等下等下，说不干了。这个乡巴佬，我敢拿死你像个吃的嘛！我来教你。看到没得，在这正宗的巴适，我敢。你在那吹羊鞭，是不是？肯定没有我爆出来。哦，不懂美食的汉堡。嗯嗯，啊，真香！香不香？尝一下金钱的味道。哇，爽啊！这一个月没关系，不要打群友。你莫下评论子，听我刚才已经开麦了，听下听说货，给你说还有优惠，但是我下单了，送两块货就行了。你想吃自己买，不要吃我的。来来来，把这鱼包拿去回击了。啊！你们又在干啥？好危险！我这个兄弟们看，你们来伤害我做的，好吃我跟你们去。嗯嗯，啊，真香啊！哇，刚才鱼的好好哦，抓着一把就不能扔了噻，这是必须的噻，你们吃饱了花块钱可以用。好像是佛跳墙，我是穷啊！哎，看到赵兄弟要吃出佛跳墙的味道呀！哼，要你乖乖，你买佛跳墙我吃。这又哪来的嘛？我只在天猫上买了，今天我就得来回佛跳墙。佛跳墙来了！等一下，我好想忘记放盐了，我就替你尝一下。啊，真香！嗯，味道不错。你又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